主料：紫菜30克，鸡蛋2个，秋葵80克。辅料：玉米油、盐、葱花、浓缩鸡汁、蜜醋、香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葱白切段，秋葵洗净切片，鸡蛋打入碗中打散，热锅倒油炒香葱花，放入秋葵炒匀，加入清水煮开。水开之后，将紫菜带碎一点放进去，倒数量浓缩鸡汁调味，淋入打好的蛋液。出锅之前放盐和醋调味，再加一点香油。烹饪技巧：有高汤换清水会更好，就不用加浓缩鸡汁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